大家好啊！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三，差点入错。你觉得好啱啊，往往啊，好像不是往往啊，不知道哪位朋友昨天说个市很闷，跟着闷到瞌着，跟着又今天即刻个市就有个很大一个的下跌啦，个跌幅啦。唔係，我咁又咁講翻啦，或者講翻今日市場上邊大家即係所提及到嘅一啲比較即係負面啲一啲嘅因素啦。咁第一定要講噶啦，就係話印度嗰邊個疫情嗰個狀況啊嘛。其實印度個疫情就唔係一時而家唔係即係唔係而家呢一刻噶啦。即係我琴日唔知有冇同大家即係講啲比較即係詳細啲嘅情況。因為印度那邊那個疫情呢，我應該星期日那段時間到呢已經開始關注，因為之前的時間你看到那些數字十幾二十萬啊，感染數目呢，那一刻我是有點覺得咦，應該突然之間這個地方之前都很少是說爆得那麼厲害嘛，但是突然爆得那麼厲害，開始我是關注的，還有我都開始是上網去看印度那邊發生了什麼事。大家知道現在他那邊有些變種的病毒的，他是什麼雙重突變嘛，就是那些病毒出現了這個狀況嘛。那為什麼會這樣呢？還有為什麼會傳得那麼快呢？或者當地發生了什麼事呢？其實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網去研究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上網自己按一下的。其實都不看什麼 keyword 的，你突然打疫情印度，你就知道當地的情況其實是多麼嚴峻的。因為那邊的醫療體系應該真的負荷不到。其實你說如果以回我們的疫苗呢，是印度生產的疫苗的量在全球裡面來計是現在數一數二的那麼多，但是現在應該很多都留在自己本土上，即是要留在自己那裡呢，就即可能要跟民眾接種樣，因為他其實說每日的接種的量呢，可能說是即之前的時間是二三百萬的，其實不是少的，即你想想一日之間是接種二三百萬，其實很多的。但問題就是說，第一他那些疫苗可能分發的地方不得平均，即可能有些地方呢現在基本上呢是沒有了，甚至乎連那些注射的地方都要關閉，但有些呢可能就很充裕，出現這樣狀況。咁而且咧有一樣嘢就係佢個醫療嗰個嘅嘅嗰啲嘅醫療設備咧好唔夠，即係我見有張相咧係點樣咧，係兩個病人，即係佢兩個病人啦，係唔識嘅兩個人唔識嘅病人係分埋一齊嘅，因為唔夠病床啊嘛，咁變咗一張病床咧要兩個人瞓喺度，第二嗰兩個人咧係唔識嘅，咁你諗下，好想言之個狀況有幾咁惡劣啊！咁而且因為點解爆得咁勁呢？因為之前嘅時間，佢哋當地有啲好似咩恆河節，即係類似咩節日啦，跟住大家出曬嚟全部去玩啊咁樣咯。咁所以變咗成件事就係好惡劣噶啦，係差。大家亦都知道，因為當地本身嗰個嘅叫疫情又係即係嗰啲人口好稠密噶嘛，又特別啲貧民區嗰啲咧好稠密嘅，所以佢一爆咧，其實基本上係一發不可收拾。咁所以呢、這個。印度這一次這個爆發這個情況，大家都是要關注的，當然可以的話都真的不要去印度住，當然現在都不會去了，是但是我想等疫情真的叫我是過一段落了一段時間呢先去到美市這樣咯。其實除了你說今天這個消息之外啦，A 股開頭表現都比較差的，但當然A 股就是在打後的時間，也是個跌勢都穩定的，即是叫做它又叫做都是還是守得住3450信用指都是這個位置，但是港股反而都是不行，都是彈不起的。另一個大家要關注的因素，即是影響著市呢，應該就是配股潮。其實你說之前呢，你說騰訊配股1000億勁的，即是配完出來之後也都很快脆，有人叫做是即是有些人接貨啦，是不是1000億啦，咁之後到美團700億，即係亦都好快脆，有人叫佢係食，即係食曬啦，係咪？咁但係到今日嘅時間啦，又到呢個安踏啦，800多億啦，係咪？咁跟住又叫食曬啦，但係你諗下咯，個市場
突然之間咁多錢食曬呢批股份，而有啲咧又禁售期嘅，即係唔會即刻沽嘅。咁你其實啲錢咧 lock 住咗嘅。咁到咗今日而家大概係六點多嘅時間啦，又多間公司配股啦。邊一間咧？384中國燃氣又配幾多咧？又係百幾億。即係你諗下，其實咁配又配下呢啲配股潮咧，係將好多資金係擲住咗嘅。其實都幾弊，即係都真係叫係幾咁弊。而家嗰間係集應該係折讓啦，最多9%，就集資120億。呢個係呢個中燃嗰邊嘅。咁所以就諗下都幾又係幾誇張。詳情個詳細情況未有嗰啲 term sheet 咧未清楚嘅。咁但係真係又配股咁多呢啲咩集資潮咧，其實你諗下啲資金又真係即係抽乾曬。所以你個市面對住，即係你面對住呢個咁嘅市況之下咧，其實好難搞嘅。即係你變咗真係冇錢去喂，即係你個成交量有啊，因為你啲配股上板呢啲有會係錢嚟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當我啲基金你啲錢集，即係原先可能你話都係有啲嘅流動性嘅充裕嘅，但係你可能即係拎嗰啲配股啲貨之後啦，你其實啲錢係少咗嘅。即係你可以動用嘅資金係少咗嘅。咁你變咗可以點樣做咧？你咪要減持某啲貨咯，咁樣做咯。咁所以變咗而家個市係個氣氛又好啦，個表現又好啦，係差咗噶啦。咁呢點大家都係要即係翻越留意住而家即係知道嗰個嘅狀況啦。咁但係你當個大市都係28,000-29,000都暫時啊，都係拉佢住先。佢又因為始終 A 股係比較個勢比較 OK 嘅話咧，你個市跌極有個普嘅。即係我咁又跌得唔會有都好多，但係你個市表冇得升咯。即係呢下係渣嘅，真係渣嘅。咁但係變咗大家真係啲個股咧，就真係要大家要自己衡量翻啦。嗰只股份有冇一個叫係會有機會俾人配股嘅風險？其實你見今日嘅時間有啲股份咧，即係好似只新洲呢啲咧，就無釐拉膠跌得比較多嘅。因為點解咧？最主要我覺得大家係擔心可能呢啲股份有機會會伸手，或者係有機會抽水，係股嘅啫，即係未必係嘅，係股嘅啫。咁但係已經會令佢哋個股價有啲比較上大啲嘅波動嘅啦，咁樣咯。咁就不如我講開一啲股份嘅時間咧，我想講多一隻不如鬥呢位朋友先。3988中國銀行，咁其實係5月29日除證嘅，應該前後啲時間嘅啦。咁呢個係咯，呢個你可能自己記住翻個除證個時間咁樣啦。咁但係我都想講翻花少時間啦，講翻968個情況嘅。首先啊，往往你睇睇得起我啦，因為其實我咧係唔去即係點講話，我唔去啲應酬飯局嘅。咁所以你話呢啲咩佢嗰啲股份嗰啲升跌啊咩賺嗰啲咧，其實完全唔關我事。我有多時推介呢啲股份咧，即係唔好多時，全部都係我推介股份，全部都係我靠我自己嘅力量能力去推介嘅。即係我又唔會收風，亦都唔會應酬，即係我就唔會做呢啲嘅嘢嘅。咁所以係啦，咁更加唔會牽涉到呢啲叫係金錢上嘅嘢啦，係完全冇嘅。我亦都唔會容許發生呢啲事。咁所以變咗968呢一啲股份嘅佢股價表現差，即係個走勢係差咧。係我自己問題，即係我呢一隻係我自己覺得係睇錯嘅股份嚟嘅。咁即係我咁又解讀一下啦。其實968有啲或者呢個板塊咧，金服板塊啦。其實金服板塊咧，我對於佢哋嗰個叫係產能過剩嘅情況，其實或者係個價格跌呢個情況咧，其實係唔意外嘅。之前都同大家有即係講傾呢個板塊嘅時間，都講過噶啦，就係話我預計下半年嘅時間嗰、那個叫係供應緊張嘅情況咧，係會舒緩到下半年嘅講下半年啦。咁個價格有機會係回落翻落去嘅。不過因為個量需求嘅量都仲係好大，咁所以按道理就唔驚嘅，即係呢個係我之前嗰個嘅講法。咁而事實上你話而家係咪即係而家個情況點樣咧？玻璃價格係比預期中咧係快咗下跌落去嘅，即係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你話係足以令到佢個股價跌咁多咧？未至於係咯。咁但係冇嘅，當你個氣氛差嘅時間，即係成個板塊氣氛差啦，同埋就係話。有啲嘅競，大家驚個競爭會加劇嘅時候咧，令到佢個股價受到拖累咯。咁但係有冇機會你入翻家鄉，去翻之前嗰啲叫推介嘅股份嗰、那個價17蚊嗰啲位置度啦？我覺得其實係有機會嘅。所以有貨嘅朋友，其實我都覺得係可以考慮一下揸住佢先嘅。咁同埋其實如果你今年推介，我印象中呢只都係其中之一隻咯。
今年我年初推介的股份其實有都有幾隻嘅，我記得一隻咧應該係1373，有一隻好似係一毫仔，同埋388，有邦添，即係呢啲係我今年嘅推介嚟嘅，友邦啦，港交所啦，跟住係呢個1373啦，即係呢一啲咯。咁我唔記得創科冇推介過咯，不過算啦，呢只都就算有都係可能輕輕講下咁樣啦。咁但係就係啦，呢只我承認係真係渣嘅，但係只不過係有可能真係個氣氛唔就咯，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咯。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有貨嘅話，呢一隻都係考慮下揸住佢先啦。係啊，咁係咯，呢個係我對而家呢一隻股份嘅一個嘅睇法咁樣咯。好啦，咁另外又講翻其他啲股份啦。咁有啲其實你話1909呢啲又算啦，1909呢啲冇乜太，即係冇乜太多再對研究嘅價值。其實你問我就，因為就算佢係點都好，你又唔會話去買佢嘅，係咪先？咁所以你話佢係咪老千股？你唔買佢嘅話，避咗佢嘅，咁就冇太大問題嘅啦。咁另外就係2072，你話佢好似有啲增持啊、回購股份嘅動作咧，呢只多嘅呢只。咁上房地產佢本身係多嘅。不過就呢次真係有少研究佢，同埋因為之前嘅時間呢一隻股份咧，曾經有幾次講過私有化嘅，咁但係到最終亦都係好似即係不了了之咗啦，係咪？咁所以呢次我又對佢都有啲戒心。咁另外就係iPad Pro 嗰個情況啦，即係你講係啲股份就好似你話2382啊、2018啦、868呢一啲啦。咁2382同2018咧，目前路上其實你話因為 iPad 而家 iPad Pro 咧，2382啊，一隻係全嘅啫。2382是傳話係有機會入去呢個蘋果嘅嗰個供應鏈裏邊啦。咁但係咪咧？即係佢最新入咗裏邊咧，都唔知㗎。咁同埋就係話入咗去當然係好事啦，係咪？咁但係你有啲好多嘅，我哋有啲晶啲芯片爭呢樣嘢咧。對於你話呢個個信譽又好啦，對於瑞星又好啦，其實有影響嘅。咁只不過就係話信譽始終你見出貨量個表現都仲係好亮麗。咁同埋佢個股價回咗比較多。咁所以啦，呢啲位就可以開始再望下咯。但係始終個經濟狀況而家，大家可能擔心個疫情個狀況之下咧，其實好多呢啲嘅板塊、消費類板塊啦，係個氣氛上有影響嘅。咁所以變咗你話，如果而家你係有貨嘅，又或者如果你本身有貨嘅話，揸住佢先啦。冇貨嘅話，其實又唔使咁急住咯。因為而家呢一轉嘅時間，我相信個大市嗰個嘅震盪調整咧，未咁快完嘅。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大家最緊要就係話咧。有翻咁上下嘅彈藥資金，等機會先再部署會好啲。咁788就唔理佢咯，788其實又真係都呢只股份唔會買咯。其實講真的，即係你見佢嗰個勢其實弱嘅。業績佢唔見得係好，當然我覺得到呢啲位咧，其實業績表現出到嚟咩樣，即係佢咩情況都好啦，對個股價嘅影響咧唔大嘅啦。但係只不過就係話你唔會突然間走去買佢咯，因為呢一隻本身真係冇乜憧憬。是沒有憧憬咁樣啦。好啦，咁係大致上係咁多啦。咁不過即係都係嗰句啦。其實就呢一行有好多唔同種類嘅人嘅，即係有真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一路以嚟，我都本住自己嘅宗旨，就係靠自己咯。即係我又唔會靠咩關係，又唔會話去啲咩飯局，乜都唔會嘅。即係所以有時你見好多啲即係以前，當然以前嘅時間啦，咩飯局啊，甚至乎咩。咩即係可能大家叫大合唱啊，即係好多時間講追講呢啲咧，大合唱啊，我係完全零參與嘅，係啊，即係你諗下，我夠膽喺呢度講同大家講話，我係完全冇接觸過呢啲飯局啦，呢啲叫咩大合唱呢啲咧，即係我講得出嘅話，就一定係冇嘅。我諗其他，我諗你問十個有八個都唔會夠膽講呢句説話，但係我咧係夠膽講嘅。因為我真係冇嘅，係啦。咁但係之後嘅時間我都會係咯，呢個九即係2098呢個當係一個經驗啦，係咯。咁我哋可能調翻轉，對於我嚟講，可能之後就真係要再花多啲時間，即係可能要有啲咁講翻就係話睇嘢可能係睇得唔夠清晰咯，係啊，即係仲有啲盲點。咁所以係咯，我都會努力改進嘅啦。但係呢一隻都嗰句啦，我覺得要翻家鄉係有機會嘅咁樣咯。好啦，咁大家就繼續努力啦，係咪？大家繼續加油啦！咁我哋又聽日再見啦，拜拜。